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看圣经里面的诗歌。诗歌都是我们人类最喜欢的。我记得我的两个小孩，当他们还小的时候，他们上学，一个上中学，一个上小学，他们在家里面做功课，我们也就陪他们来读中文。有一次我翻开老二的课本，看到里面一开头两个课本呢，通通都是诗歌。第一课我比较不熟悉，但第二课的两首却都是我耳熟能详的，所以我就念了起来。而老大呢也跟在旁边，就跟着摇头晃脑就念起来了。第一首是采莲谣，我来念一遍。夕阳斜，晚风飘，大家来唱采莲谣。红莲艳，白莲娇，扑面清香暑气消。你划桨，我撑篙，矮矮一声过小桥。船行快，歌声高，采得莲蓬乐陶陶。当我摇头晃脑的念的时候呢，我的老大也跟在旁边就一起来念，甚至还背了起来。他虽然是3年前读的，可是仍然印象非常的深刻，记得很清楚。其实我小时候呢也还会唱这首诗歌呢。我发现像这一类的歌谣都有一个特色，清新可爱，老少咸宜，易学易记，可以朗朗上口。难怪一旦学会了以后呢，就能够终身难忘。第二首诗呢是江南可采莲，也是一首清新爽口的短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读到这里呢，老二就开玩笑了，就说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西南北。那我就笑他了，我说这样子呢就不叫做诗啦，因为把这个诗的整个情趣韵味通都失去了。诗人人都喜爱，甚至许多人呢不经意之间就可以吟起诗来，虽然可能只是一首不合声韵的打油诗，但是最能够表达那个时候的心情。诗跟散文不同，散文呢包括像个人的书信、历史故事、法律的文件、政令宣导、报纸新闻、科学论文等等，都各有其目的和对象。而诗往往只是抒发个人情感的。很多人问，到底是先有诗还是先有散文？由于诗歌多半比较精致，散文呢多半比较肤泛散杂，所以有人会以为是先有散文后有诗歌。其实呢正好相反，每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史都是诗歌比散文还要早。由于诗歌是情感的自然的抒发，散文呢则多半是迫于一个实用的目的需求，所以诗歌的产生每每早于文字。而散文呢若不经由文字的写出来的话呢，它就不能够达到所需求的目的。所以在我们中国古时候有这个毛诗序，上面就写了，诗者志之所知也，占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呢就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故知手之舞之足之道之也。所以这个是把人内心里面的自然情感呢就把它给表达出来。所以诗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生活的外射，开始的时候呢可能都是野腔无调，接着呢也许有腔无意，逐渐逐渐的才有了内容，
有了节奏，有了韵律，等到人有这个文字之后呢，就把这些诗歌把它写下来，就成为我们后世流传久远的这些诗歌。这些都是经过时间的提炼跟淘汰，能够被保存下来的，都是不朽的杰作。好像我们中国呢，有这个《诗经》古诗十九首，还有《唐诗三百首》，或者是《千家诗》等等的，这些都是经过千百年广受众人喜爱的作品。无论士农工商，无论达官贵人，或者是贩夫走卒，无论是男女老少，只要略略会讲话，会跟人来谈论，都能够随口吟唱几句。可是呢，我们讲到要有一首好的诗，首先要有伟大的诗人。但是什么才是一个好的诗，跟这个好的伟大的诗人的条件呢？我在这边提出来有几个方面跟大家来思想。第一个呢，是会讲到要有深刻的体验；第二个是要有丰富的情感；第三个呢，是要有活泼的想象；第四个呢，就是要有精炼的语言。而跟圣经有关系的话呢，我们更要加上，就是要有正确的信仰。如果不是出于正确的信仰的话呢，那也不会立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先讲到要有深刻的体验。有人说，只有诗人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这个世界。诗是传达经验的，什么地方有生命的活动，什么地方就有诗的题材。诗是从藏在诗人心灵里面的经验而变成文字的，所以诗是从诗人的经验把它淬炼出来的生命的精髓。我们不能叫诗人讲一些他没有经历、没有体验的事物，这种真实的感人经历呢，才能够真正的感动人。这就是《真善美》里面我们讲到那个真。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很喜欢的一首诗，就是杜甫呢，他写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生真。”这个里边呢，都是对国破家亡有了非常非常深刻的体验，所以千百年来一直是我们非常非常喜欢传授的一首诗歌。再其次呢，要做一个好的诗人，他必须要有丰富的情感。情感呢，一定是在诗里面最重要的因素。有了感情的因素，还要看这个感情是不是能够生动，能够有力，是不是持久，是不是合适。像这个风花雪月、无病呻吟那种的诗呢，大概很快就会过去。可是伟大的诗篇的话，它一定都会有崇高的情感。不朽的作品总是有提升人性的作用，它把人生与社会，把光明跟黑暗、善与恶、美与丑，具体的把它形象化出来。所以只是读者给他人生的正路，这是我们讲到呢，诗里面提到那个善。比如说我们读那个贺知章写的《回乡偶书》，他就写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种描写酒客还乡的情形，并且含有老大悲伤的感慨，点出许许多多游子的心情。另外比如说跟这个类似的，就是我们读王维写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个写佳节思亲，还有兄弟友爱之情，
每一个远游在外的游子呢，读到这边都会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受到感动。第三个，我们讲到诗的特色呢，就是它要有活泼的想象。诗人的经验不一定是以风花雪月为题材，什么经验都可以成为诗，但是必须记得诗人活泼的想象，把这些材料加以剪裁，通过情感发之为诗。因为当我们要唤起别人的情感的时候呢，就必须把别人带到这个想象的中间，这就是诗里面的美了。我想这个呢，大概就是我们分别一般的人呢，也都是有对人生深刻的体验，也都是有深刻的情感，可是呢，要能够发挥成为活泼的想象，才能够真正成为一首好的诗，让别人来传颂千古。我们举例来讲，像这个王维，别人说他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有一句很有名的呢，就是写踏花归去马蹄香。我们单单读这个诗句呢，就好像已经看到一幅图画。那我在这边举另外一首诗歌呢，就是李白他写的《月下独酌》，那是讲他一个人呢，在这个月亮下面独自饮酒。可是我们来读他的诗，诗里面是这样写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奔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你看这首诗呢，原本只是一个人他月下独饮，可是他在写的时候呢，先出月再出饮，写得非常的热闹。物我原本无情，一经有情人相遇呢，就生出许许多的乐趣出来。所以这个是要像李白这样子的诗人，用他活泼的想象才把这首诗歌表达这样子的生动。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诗的必要的条件呢，就是要有精炼的语言。诗呢是艺术的语言，是精炼的语言。诗人常常创造崭新的词汇来表达超绝的思想，而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也提供给他很好的发挥的舞台。因为这些不同的类型的诗歌呢，都是有它一定的格式，而且呢有严格限定的音韵等等。诗人必须有丰富的语言，还要有控制语言的能力。我们讲诗呢，诗可以说是一种最高的艺术。诗它能够凭借的材料非常非常的少，因为它的媒介物不如其他的艺术为多。比如说雕刻，它可以凭借着几种物质来表达食物的一生，可是诗呢，它却单单只能够凭借文字，只有文字符号来作为它整个表达的媒介。由这唯一的媒介呢，就发展出各种的意念，而且能够打动读者的心。我们中国有各种不同的诗，像有古体诗，有近体诗，有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呢像这个新体的诗歌，各有各的讲究，不可以混淆。而唐诗呢，又有这个律诗、绝句、乐府啊等等，而里面限制最严的大概就是我们称作那个五言绝句诗了。像中国最脍炙人口的，可能是我们每个人从小的时候读的第一首诗呢，就是李白所写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虽然只有短短的20个字，却能够表达一个完整的思想，而且完全符合声韵、格律、平仄。像这种精炼的文字呢，要花许许多的功夫来琢磨推敲，所以我们说诗穷
然后宫。我的小孩呢，在小的时候读李白的这首诗，他们很顽皮，把它就稍微改了一改了，读成床前明月光，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思故乡，也是一首诗，可能是比较接近词了，但是呢，里面的意境啊，就已经跟原来的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中国最早的诗，像那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啊，这个是那个《集壤歌》里面有的。所以不管这些诗歌本身是如何，等到后来从那个诗人他讲出来之后，或者写成文字之后呢，他就已经脱离了诗人的本身，他有了自己新的生命，就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当中，而每一个人呢，也都可以从这个诗歌里面得到很丰富的一些情感的发抒。诗歌里面，那我们再讲到就是圣经的诗歌，圣经的诗歌跟这个我们中国的诗歌还是有点不同。所以我讲到说，有关于这个诗人还有这个好的诗，它的几个重要的条件，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要有深刻的体验，要有丰富的情感，活泼的想象，还有精炼的语言，再加上一个呢，就是要有正确的信仰。圣经里面其实包含很多的诗歌，但是有一些诗歌它列在圣经的诗篇里面，也有一些呢可能只是列在这些圣经的历史书卷当中。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这些的诗歌有一些是针对对人的情感的发抒，但是另外呢，能够被列在圣经诗篇里面呢，就是要单单看它是不是针对上帝来讲。一首好的诗歌列在圣经的诗歌里面的话呢，它至少在几个方面要完完全全合乎圣经的信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到它必须完完全全合乎圣经的教训，必须完完全全合乎整本圣经的教训。这个单卷的诗歌，单独的诗歌也必须跟整卷圣经的教训要能够相合。如果再讲到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上帝要有清楚正确的认识。有人就讲到这个是三位一体神的教训。第三个呢，就这些诗歌它必须能够就是显示出来，在这个敬拜上帝，显示出人对上帝的敬仰崇拜。第四个呢，就是讲到我们这个诗歌它不只是在单独对上帝而讲，而且也是要对人呢有一个群体的信仰的生活。所以在这个诗歌里面要显示出来我们对弟兄姐妹之间的团契友爱，那这些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必须要把它通通都表露出来。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哪一些诗歌在那个圣经的历史书卷里面有，但是却没有列在圣经的诗篇里面。比如说在这个圣经的旧约撒母耳记下第一章那边提到说，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王他去打仗就死掉了，他的三个儿子也跟他同一天就战死在这个沙场上面。大卫听到这个消息，为扫罗王还有为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就非常的悲伤，哀悼的时候就写了一首歌，称作《宫歌》。那这首歌呢，情感非常非常的深刻，对于扫罗王还有对约拿丹表达他深刻的哀悼之意。大卫王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呢，另外还有一首诗歌，是在《撒母耳记下》22章、23章那边写的，他是对于上帝的敬拜。这首诗歌呢，被收录在诗篇的第18篇里面。他称呼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高台。可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里面，大卫的那个诗歌呢，纪念扫罗王跟约拿丹的，却没有被列在圣经的诗篇里面。那么我们就问，这两个差别在哪里呢？你看到中间的差别就是，在撒母耳记下22章、23章那边提到的，是对于耶和华的敬拜。那首诗歌呢，它
它是讲到有关于弥赛亚的一个预言，所以列在圣经的诗篇里面。而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只是单单对于一个人的纪念，这个诗歌呢只有在圣经的历史书卷里面有，而在这个诗篇里面就没有把它列进去。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边读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到的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再谈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有关于圣经里面希伯来诗歌它的一些特色。旧约圣经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些诗歌，而这些诗歌呢跟我们中文写作的时候呢有一些地方类似，但是也有一些地方不完全相同。那么我们用一点时间来看看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个希伯来文诗歌它的特色。旧约里面的希伯来文诗歌，我们先讲到呢，这个诗歌都是有它明确的类型，而在写作的时候跟这个散文很不一样。散文呢一般词句就会比较冗长，而诗歌呢词句通常都是比较精简。希伯来文诗歌不但是每一句很精简，通常呢每一行呢大概是三个字五个字，不会超过七个字，而每一首诗歌呢通常也都会比较简短，大概都不会超过三十节，有一些呢大概只有十几节，甚至只有短短的五六节。像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些诗歌往往的篇幅都不会很长。那么在以色列周围的这些国家，他们的诗歌呢有一些有这个史诗，好比说在希腊那个地方有荷马的史诗，在这个以色列的北边叙利亚那里呢也有这个神话的史诗，但这些史诗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却都没有看到。圣经里面的诗歌呢都是比较简短的，而且单单就是用来敬拜上帝，比较没有用来讲到是对人或者某一些人物的像历史一样的诗篇。圣经里面在这个希伯来诗歌里面呢它有一些固定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到平行对偶，英文呢称作 parallelism， 这个是特别讲到思想的平行，是押意而不是押韵，应该可以用我们中国人的对联呢可以来做一个对照说明。对联是我们中国人都熟悉的，好比说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有一首人常常用到的，天真岁月人真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你看到这个对联呢它就有上联也有下联，上联呢是一个起，下联呢就是一个应。上联里面呢这些词句啊跟下联每每都是前后可以相对应的，那这种的对联呢我们可以把它拿来跟这个圣经里面旧约的诗篇或者其他的诗歌做一个对照比较。一般来说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些诗歌呢都是这种的平行对句，它有上联它也有下联，上联呢是一个起，下联呢就是一个应。往往呢上联是做一个引发，下联呢把这个里面的重点意思呢就把它讲得很清楚。那么近代研究有关于这个希伯来文诗歌这个平行对偶呢，最早是在1753年有一个 Robert Lode 这个主教呢他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在这个诗歌里边可以有三种的平行，第一种呢他称作同义平行，第二种称作反义平行，第三种呢称作综合平行。同义平行的话呢就是在英文里面称作 synonymous parallelism， 这个就是讲到说上一句跟下一句前后的词句啊都是相同的相类似的，但是呢用两个重复的词句把它给表达出来清楚的意思。我们最喜欢用到的一个表达方式呢就好像诗篇的第十九篇第一节那边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看它是一件事情，但是呢用两句话把它表达出来，那这个在我们中国人里面呢也是蛮熟悉的。反义平行呢这个比较多用在
像这个箴言，箴言里面第十章到第二十二章，一般我们称作那个箴言的一些杂句，那个里面呢，常常就是把这个一件事情它的正面跟反面的两方面都讲。我们在那个中文的这个小标题上面写的说是善恶互论，垂为箴言。举哪些例子呢？比如说我们讲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苦枯干。它基本的意思呢，是要鼓励人要保持一个喜乐的心，但是用另外一个反面呢来讲到说忧伤的灵使苦枯干，那这个是属于反义平行。再有一种呢，我们称作综合平行，这边称作 synthetic parallelism， 就是用一个句子两个句子还没有办法把那个意思完全的表达清楚，他可能要用三句四句五句甚至更长的句子，用一整个段落才把这个意思呢表达清楚，这称作综合的平行。不过在这一点上面 Robert Lott 他的研究呢研究的并不是非常的透彻，所以后来的学者呢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一些不同的讲法。那在1980年代之后呢，就有两个美国的学者，一个是 James Kugel， 还有是 Robert Alter， 他们两个一是在美国的东岸，一个是在美国的西岸，这两个有名的希伯来文的学者，他们基本上面就讲到圣经里面不只是诗歌，连这个一般的散文的句子呢也都是分成两个段落，前面一个段落是起，后面一个段落是应，前面呢他们称作是 A， 后面称作是 B。 但是在这点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呢，他们基本上就讲说前面的第一句是一个主要的思想，后面的第二句呢是来延续而且补充加强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往往我们看到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呢，把每一个句子每一节圣经都把它分成上半段跟下半段，上半段呢好像做一个启发，下半段呢就做一个补充，意思呢就把它讲得很清楚就完整了。